越来越轻了。Hello， 介绍，介绍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仙女。小仙女。哎呦，小仙女你好，请问今年你多大？23岁。23岁啊，保养的挺好的。原来今天我的前男友应该也在现场。前男友。等一下，我先问一下，你的前男友是在台下还是在台上呢？啊，前男友在台下，我老公在台上。这个介绍一下在哪里啊？坐在哪里？我不知道他在哪里。那你觉得他有吗？对，他马上要结婚了，然后，虽然他长得丑，眼睛也瞎了。我还是想祝福他，我想点一首《算什么男人》给他。因为你说他快结婚了，对不对？那可能他的老婆也在旁边，所以我就镜头靠近一点，让他老婆看看我长得。